初禅三天烧尽就没有了，不会往上烧。而水灾是往上，一直到二禅天，叫做水进二禅，啊，水泡到二禅天，啊，那么起火一次水，起火一次水，就这样子轮转不息的一直往时间上转动。 那么经过七次的水灾之后，起火一水，起火一水，经过第七次，到了第七次的水灾之后，再七次火，然后就是一次风灾，啊，这就是49次的火，七次的水，到第八次的水的时间，本来是水，现在不是了，第八次是风，风吹三禅。 风的力量比火比水都大，能够把二禅以上，一直到三禅天都吹成灰啊灰尘，啊，所以叫做风吹三禅。在这个三界当中啊，三禅天以下都有程度坏空，只有四禅以上啊才没有，啊，所以。 风吹三禅固然是风的力量，可是你应当要知道，水泡到二禅也是风的力量，没有风，水不能往上升，啊，你看海里的海浪，啊，海浪无论啊你海浪多高，完全是风的力量，如果风不去鼓浪，那个浪高不起来。 所以水泡到二禅也是靠风的力量，那么风吹三禅，水泡二禅，就是火烧初禅也是靠风的力量，风助火势，啊，火如果没有风，它也不能往上烧，所以火烧初禅的力量也是靠风，因此这个经文说关界安立。 安立如此，坏也如此，啊，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一直到啊，风吹三禅，啊，完全靠风的力量啊，在哪里转变？这是观这个依报，啊，宇宙万有，观界安立的情况，啊，然后观世动时，世是时间，啊，从古以来。 过去又有过去，啊，然后到现在，啊，现在再往后有未来，时间就这样子轮转不息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前一个月、这个月、后一个月、去年、今年、明年，乃至人的生死、前生、今世。 来生，就这样子在时间上转动不息，啊，依报时间在哪里转变，所以是世界成住坏空。正报在哪里啊？这个有人生就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也是轮转不息，几十年一次，几十年一次，一直转变。观这个时的时间啊，时在哪里转动，转动不息。 一直轮转不停，我们在这里讲经时间照样在哪里一秒一秒的过去，一直往后推，啊，所以观察这个时间的时间在哪里转动也是没有停止的，啊，这是观世动时，观这些生生灭灭的法，就是众生的无明妄缘在哪里动个不停。 然后啊，观人生的自己本身，观身动直，我们这个身体哈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啊，一举一动，动就是或行或动啊，这个直就是静，坐下来、静下来，或者是在睡眠的时间都是直，这个身体在哪里动？ 或者是在静的时候直，也是风，没有风，
这个身体不会动的。假如我们身体没有风，没有风大的话，我们身体怎么会动啊？动不起来。尤其鼻子这个呼吸，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断，这个风几十年上百年，活多久它就在哪里动多久，呼吸没有停止，一直连贯下去，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断了为止啊！一生这个风在身上就哪里转动不停的啊，一直继续下去。我们举止动静都是靠风啊，假如身体的风大力量强啊，那么他的身体就觉得很轻，走动很快。你看年轻人啊，动起来转变走动上下都是非常轻快，为什么？他正在年轻强壮，风力很强，所以他就觉得地水都轻了啊，走动都很快。上了年龄了，老人行步隆中啊，走起来就很慢，快不来。为什么？到了年龄高了，他的风力就慢慢弱下去了，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在那里转动，所以动作就会慢起来啊。那所以人生的动止举止动静在哪里转动也是靠风，离开风就没有办法动。这是身体。而人的心念，心念在动，动得更快呀。打妄想啊，起念头啊，忽然之间起一念，念生念灭，念念不停，是惯心动念，惯这个心在哪里动啊，起念头，打妄想，没有停止。六祖慧能大师他在黄梅五祖那边执法之后，回到故乡，在四会县啊藏起来啊，藏在猎人的队中啊，抓鱼的人的队中藏了15年啊，恐怕被人伤害啊啊，五祖叫他要暂时隐藏起来。过了15年了，他想我不能这样永久啊永藏下去啊，我必定要出来弘法，然后就出来到了广州法信寺啊，印宗法师正在讲涅槃经啊，这个时候大殿上挂的床幡幡呢，风吹动在哪里摇动，两个出家人呢在哪里争论，一个说哎那是幡在动哎，一个说那是风在动啊，两个人在争，一个说幡动，一个说风动。这个时候六祖啊，他还是俗人的身份啊，因为他是以卢行哲的身份得法，现在还没有改装，还是个在家身份。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就来啊，是不是可以让我俗人说一句话吗？这两个人觉得很奇怪，好吧，你说吧。嗯，六祖就说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仁者心动，哎，是你们两个人的心在动啊，风也没有动，幡也没有动，你的心在动。哦，这句话一说，里面印宗法师听到吓了一跳，哟，有这么高明的人说出这个话来，出来一看原来是个俗汉啊，他觉得这个不简单了，听说黄梅之法难传了，也许就是他吧，然后就请问他，请到里面去请问，后来发现真的就是六祖，然后印宗法师才找了10位高僧大德为六祖受戒啊，这个受居住戒，受比丘戒，才算是真正的出家人啊。六祖是得法以后才受戒的哦。那么仁者心动，就是观心动念的动，哎，幡在动吗？还是风在动？不是幡在动，也不是风在动，而是你的心在动。如果你的心不动的话，风幡都不动，无所谓动不动。所以动是心在动。我们的妄想心一天到晚在哪里动念啊？
从睡醒到晚上睡觉，这个中间的时间究竟杂了多少妄想，起了多少念头，知道吗？不妨自己试试看，动一个念头，用一个黄豆啊丢在袋子里面，记起来看一天究竟有多少念头，关心动念啊，时时观察自己本心在哪里动念。这些动上面都动向种类很多了，诸动无二啊，等无差别。虽然有种种的差别相，实际上他们的动没有两样啊，只有一个就是动啊，同一个风的动向而已，没有别的东西啊，只是一个风的动。他观察这个风的动啊，由此入观而破除烦恼啊。所以我是觉了此群动心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。那个时候琉璃光菩萨观察这个风的动的情况啊，觉悟了知这些群动之性，群指上面种种万物啊，动的情况，它的动的性质，来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去，来去都不可得啊，只是众生无明妄念而在动而已啊。不但是上面所说的依报世界、正报人生、身心的动，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希望。十方世界由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啊，微尘说世界之多，一粒微尘算一个世界，尽这个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之中，有无量世界，一粒微尘算一个世界，就是这么无量无边的世界中有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众生在三界六道中就是颠倒啊，所谓颠倒啊，就是迷真啊，起妄，完全在妄中轮转啊，没有认到自己真心，尽是妄想，所以叫做颠倒啊。那么这些万法同样是唯一希望，同一希望，都是无明啊，无明风在动，这是妄法啊，因为无明妄想的动，而使三界六道众生就是这样动过不息，轮转不停啊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，如一气状啊，除白稳那啾啾乱鸣，一方寸中鼓犯狂闹。像这样情况看起来，进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十方国土且不论吧，我们单说一个世界，三千大千一世界内。为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一世界内啊？一尊佛教化的范围啊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例如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范围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怎么叫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呀？以一个日月、一个四大部洲、一个须弥山，简单说就是等于一个地球吧，这是一个小世界。一千个小世界叫做一个小天世界，一千个小天世界叫做一千个中天世界，也叫做一个中天世界啊，一千个中天世界就叫做一个大天世界。那么因为三次延天，小天、中天、大天，所以叫做三千大天世界，不是三个大天，而是一个小天、一个中天、一个大天合并起来为一个大天世界。那么这个大千世界啊，大概有100亿个人。